那我们的考古工作者用什么方法把它打开的呢？很简单，一根铁丝啊，挂住它，一蹬就把它蹬开了。诸侯以上的大墓比较多的，你比如徐州啊，徐州著名的就有龟山汉墓、狮子山汉墓啊。有机会去徐州的人一定要去龟山汉墓看看啊，看了以后呢，你会觉得这地儿有点震惊啊，我去了反正就特震惊啊，它是依山而建。那么徐州那个地方山多啊，那山的石头还都特硬，都是那种灰岩石啊，很硬很硬的。它有春秋以前没有的防盗措施，是什么呢？你听着简单，但解起来很难。它是塞石。它墓道里呢，它根据墓道的宽窄呢，它每层呢是这个13块，一共有两层26块。这种大石头，巨大一块石头啊，大概比这桌子大，比这桌子厚，一块石头大约都六七吨重。这石头呢，和石头剁在一起的时候，一个硬币都塞不进去。然后呢，他就利用人工把这些石头依次推进墓道。他因为这跟那个墓道大小基本上一致嘛，推进去以后你就甭想拿出来了。那么他当把这个墓主人安葬完毕，所有的事情都做完的时候，就把这些石头依次推进墓道。换句话说，即便你找到这个墓道，你也抠不出来这里头这个六七吨重的石头，大概有26块，你怎么把它弄出来？我们有办法把它弄出来啊，很可怕啊！我们今天的人都把它弄出来了，怎么弄出来的呢？它在这个石头上，这个断面迎在外面，这个断面打一个以鼻孔。什么叫以鼻孔呢？这是个平面，从上侧往斜下方打，这个从下侧由斜上方打，把它打穿，打穿以后呢，挂住钢索，把这石头给拽出来。那么我们今天把它拽出来，是请国家之力，不计时间成本啊！我一开始说了，这个开挖大概挖了有10年，那盗墓的人可没这耐心，盗墓的人可不能说到那儿说我照着时间挖，然后我这么大的人工，那肯定不合算啊。所以盗墓的人基本上对他呢，就没有办法了。我们想象的是他没办法啊，可是我们把这个墓道打开之后，发现这个墓依然被盗过。那么他们怎么进去呢？他们是从侧面找位置，找可能打穿的地方。你不是打一个墓道吗？他也打一个墓道，他就用在这个石头之间打了一个洞，就钻进去了。所以说，任何反盗墓的措施，在这个盗墓贼面前，或者说在考古工作者面前，都是不起作用的。那我们建国以来哈，有多少汉墓未被盗掘，后来被我们偶然发现呢？有仨。第一个发现的是1968年河北满城汉墓啊，在满城这个县的这个西南面，大约是一个 1.5 公里的这个灵山啊，我们一看叫灵山，灵都是皇帝陵嘛。68年啊，解放军修工事一炮就崩出来了，当时据说呢，战士下去以后呢，手搭棚子拿电筒一照，吓得就跑上来说不得了了，里头全是金子。这个汉墓当时是经周恩来总理这个特批的，郭沫若当时是这个中科院院长，亲临现场指导啊。然后说这个墓葬啊，完全是仿宫殿，里头非常宏大，非常大。满城汉墓因为是偶然发现呢，就让所有的学者震惊啊，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刚才说了，汉墓十墓九空，说怎么会碰见诸侯一级的大墓，居然未被盗掘呢？然后呢，这个主人是谁呢？是中山靖王刘胜啊。《汉书》上有记载说他乐酒好肉啊。什么叫乐酒好肉？就爱吃爱喝啊。那么这里出土最重要的文物是什么呢？大家熟知的长信宫灯啊，这样的，姿势很优美，鎏金的。这个灯罩是可以活的，这个大袖子里是走烟的，这个烟直接就进入下面的水里啊，完全的环保，一点 PM2.5 都没有啊。那么还有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是让我们啊世人第一次看到金缕玉衣。过去金缕玉衣都是文献记载，没看到。
啊，像那个什么这个其他早期这个墓葬中偶尔看一个片儿也不知道是什么样，但这里呢就出土了金缕玉衣。当时郭沫若先生到达现场的时候说呢，说你这个赶紧往那边挖，说那边可能还有一个墓，结果一挖就是就把他夫人窦绾的墓葬就挖出来了。窦绾的墓呢更加的漂亮啊，这两个夫妻两个人都生前非常这个奢侈。但是这个据说清理的东西花了大量的时间啊，今天河北省博物馆啊主要是以河北满城汉墓的文物为主形成了一个这个大博物馆啊，你今天到这个河北省博物馆去，这个满城汉墓的文物不可不看。那么汉代的啊诸侯一级的大墓，我们建国以来到底有多少座这个未盗掘而后被发掘的呢？还有两个，一个是呢1971年的这个长沙马王堆汉墓，我们都知道那里出土的文物也10000多件啊，只要是这大型汉墓，那个出土的文物都是万级的，都不是千级的。那么出土了很多很多文物，我们知道的就是大家比较多的啊是什么呢？是那个丝制品，据说有一件纱衣从头到脚下来49克，不到1两。我们今天回去，你回去把你的内衣脱下来上秤腰腰，估计都超过这个分量。里头的大量精美的漆器写着君姓酒君姓食啊，这都干嘛的都告诉你很明确。这些文物重要归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是老太太的遗体。遗体2000年尸身不朽，出土的时候这个身上是有弹性的啊，头发都是黑的。出土以后据说这个水是清的，很快就变黑了，就变成酱油色。然后呢大家都慌了手脚，就是把这个遗体赶紧取出，取出以后迅速解剖，解剖以后呢泡在福尔马林里。第三个就是南越王墓。有今天有机会啊，就去广州的时候腾出半天，一定跟出租司机一说上南越王墓博物馆，他一定拉你去，就在路边。你到南越王墓博物馆进去啊，它基本上是按照原始状态布局的，除了那个展出大厅啊，它整个的那个墓道什么都允许你进去看。南越王墓啊规格比较小，南越王啊这个赵佗呀是北方人，他是个河北人，当年被秦政府派过去。我们知道过去的人呢、水土不服，你从河北直接到了广州啊，完全的不适应。过去我们老说南方有瘴气，就是那湿气，尤其北方人啊不适应。但赵佗这个人呢就是到了这个广州啊非常适应啊，觉得这儿好玩，鸟语花香，冬天也不冷，所以在那儿就乐此不疲啊，不愿意回来啊，自己在这个一方啊，在这个远离中央的地方称帝，对中央政府称王。为什么知道他称帝呢？就这墓葬里出土了一方印，这印上写着文帝行玺。这文帝是谁呢？是他孙子啊，叫赵昧，也叫赵胡。就为什么这个赵佗的儿子们都没继承这王位呢？就是因为赵佗活的岁数太大，把儿子们全都给熬死了啊！儿子们就眼巴巴瞅着这爹真能活，结果儿子没活过爹，就全走了。走了以后是孙子啊，直接接这爷爷的班。我们过去说过啊，中国帝王呢，帝王辛苦啊，当帝王权力大归大，但是活着很辛苦，要操心，不操心人就算计你。所以帝王呢，中国历史上当过帝王的人没活过90啊。赵佗啊，活得好。在位67年，寿数过百啊，他就做这王做了67年。那么挖出来这个墓啊，我们刚才讲了是他孙子赵昧的墓，那么赵佗的墓呢？有人知道啊，差不多我就知道啊，在哪儿呢？这个有人推测啊，就是你知道这个古人是这样，这孙子的墓一定不会瞎埋，他一定跟他爷爷的墓是有坐标的。所以有人就认为呢，赵佗的墓葬是在今天广州市的越秀山内啊。如果赵佗的墓被发现了，如果赵佗的墓也未被盗掘，那么我想出土的文物呢将大大的优于今天的南越王墓啊。
我们讲的这三座墓呢，都是建国以来偶然被发现。你看，满城汉墓是解放军修工事啊，这个长沙马王堆汉墓和这个南越王墓呢，都是当时要盖房，这个尤其这个南越王墓是那单位要盖宿舍楼，这一挖好行，底下是空的，所以这都是偶然的发现。我们有很多是不幸的，历史上有很多墓葬啊。你打开比如老山汉墓什么都没有了，就非常的不幸，历史上怎么回事我们不清楚。但有些呢是不幸中的万幸，比如梁庄王墓啊，被盗墓盗掘以后啊没有得手啊，人跑了，后面抢救性挖掘呢基本上啊还能达到我们科学考古的目的。我们今天说的考古学是西方人带给我们的一个全新概念。那么真正现代意义的考古呢，也不过就是百年啊，最初都是英国人和美国人干的啊。你比如一百年前啊，英国人和美国人呢成立了考古队啊，去了这个两河流域啊。两河流域我们都知道是文明发祥地啊，他们都不挖自个儿的，英国人不在英国挖，美国人也不在美国挖，美国要挖也挖不出什么来，是吧？美国人最早那人叫印第安人啊，基本上也能闹得差不多了，所以呢都到别人的地方去挖。美国挖什么呢？经常挖恐龙，是吧？都是自然的化石。我们这个所说的考古是指文物。那么当时欧洲的强国啊，组织的所谓的科学的考古队呢，都是到别人的地界上去挖，挖完了把人家东西就分了。我们都知道北京有一个八宝山，八宝山你肯定不能去盗墓啊，八宝山埋的都是解放以后的人，解放以前的时候八宝山已经是墓地了啊。八宝山旁边啊，还有一座山，这山叫什么呢？叫老山。八宝山旁边的这个老山呢，专业的考古这个人士呢，就是专门去做过这个勘察，认为这肯定没有汉墓。那么老山这个地方呢，这个因为挨着八宝山，它就没有居民区。这个话说就是1999年啊，去俩年轻的，这俩年轻的呢很有意思啊，到那儿以后呢，什么仪器也没有，手搭凉棚，跟孙悟空似的，一看说这儿一大墓，说没事咱俩把它挖了吧。这俩人就昼伏夜出啊，挖了多长时间呢？大概挖了十几二十天，挖出来的土呢就堆在旁边。我们老说啊，细节决定成败，这人死就死在细节上。他把这个土啊，这个堆在旁边呢，他就堆一个坟堆那么高呢，就换一个地方堆。他为什么换一个地方堆呢？是因为再往上堆就比较费劲。你想，你土往高处走啊，你人最后踩在松软的地方，你越堆越费劲，索性有的是地儿，就把土倒到别处。那么这个二十天下来啊，这坟堆就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就是这一片。赶上俩老太太早上早锻炼啊，这个遛弯遛大发了，遛到那儿去了，一看，说这怎么都是一个一个新坟堆啊？说国家现在不许土葬啊，都得火葬啊。说是守着八宝山啊，你搞这个。老太太赶紧就跑回去了，回去干嘛去了呢？报案，到派出所。那民警不能不出警啊，不出警叫不作为啊，所以这警察就跟着老太太又翻回来了。翻回来以后呢，一看啊，说这些堆都是新土啊，拿着这个棍儿杵一杵啊，都是宣的，不大像埋过人呢。正纳闷呢，这俩兄弟从地底下钻出来了，一下钻警察跟前儿。这警察看着他们俩说：“哎，你们俩干嘛呢？”这俩人就直接撂了，说我们俩盗墓呢，啊，这时候啊，这俩人离主墓室只差60公分，那么这俩人就被带到派出所去了啊。带到派出所呢，我还见过这俩人啊，当时我还给他们求情，我说这俩人啥事儿没干成啊，我说能不能将来将功折过啊，替国家勘察，人又不给工资。又不买设备，就手搭凉棚把所有事儿都给解决了，替国家省钱呢。结果呢，谁高兴了呢？第一，考古所高兴了；第二，中央台高兴了。考古所说好，人这前期准备的。这个中央台说我们赶紧的啊，想办法直播。
在2000年的时候啊，这个老山汉墓的最后挖掘的时候是中央电视台直播的。那么所有的准备工作准备了8个月啊，盖了大棚啊，把现场都准备的差不多了，我们的专业考古工作者就下去了。下去以后呢，一敲就进了墓室了。你们要注意了啊，前面是盗墓，这一敲是考古。那么明代墓里呢，有很多这个王爷的墓啊，跟皇上沾亲带故的这些王爷，比如这个我们2001年啊，在这个湖北钟祥啊，有个梁庄王墓，这个墓很有名。它不是因为这个墓主人有名，而是因为它出土的文物呢非常世俗化的美丽而有名。这个墓怎么被发现的呢？太有意思了。2001年过春节，这盗墓贼也会选时间，你过春节你就懈怠啊，光顾了过节了，然后你过节还干嘛呢？还放炮仗，你放炮他也放炮，你放炮是喜庆，他放炮是为了崩开这个墓，所以他放了一炮。好，这一炮全村人都出来了，说谁放的炮仗这么大动静，一出来这几个盗墓贼就跑了。跑了以后呢，他们看到梁庄王墓啊已经崩开一大口子，就急了，赶紧就层层汇报到这个县里省里，一直汇报到这个国家文物局。国家文物局一看这个情况没有办法再保护了，就是批了文了，抢劫性挖掘。所有人就看到当时被那个爆炸的那个惨象啊，就觉得凶多吉少了。这时候呢就把它豁开了，把它一点一点把它清理，把墓道打开，结果里头有很深的水，2米多深的水。那水是污水啊，可不是清澈见底的，什么都看不见。然后就几台抽水机就往外抽。然后呢抽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突然看见丝织品出来了，说这么大一块丝织品，哎呦，那个黄泥汤子啊，什么都看不见。拿这个丝织品用个小托盘举着，说哎呀，重大的丝织品看到。结果拿着清水冲了，怎么拿怎么看着像毛巾，最后拿清水冲干净一看，某毛巾厂啊，所有人就凉了。一说这盗墓贼在里头还真干活，说累得出一头汗，还擦汗呢这毛巾。结果呢等水彻底抽干净了以后，发现里头没有动过。里头的大金盆金壶都在原地摆着啊，虽然有位移，因为有水这些东西都会位移，但是都在里头待着。哎，他们就纳了闷了，就说这毛巾呢怎么进来的。后来经过现场分析啊，认为这个毛巾是有可能当时盗墓贼堵炮眼儿，炮在爆炸的一瞬间高压把这个半个毛巾从这个墓道的这个砖缝里给高压歇进去了，就砰的一下就歇到这个墓葬里头去了。由于你抽水时候水的慢慢的移动呢，它由前面流到了这个墓道里，所以这个毛巾可能是这么来的。那这里出土了多少文物呢？你们听着都惊人啊，一明代的王爷啊，5100件。那么他出土了5000多件文物中呢啊，最重要的是他的金器的累加重量估计得在20公斤啊，因为它上面有很多是镶嵌宝石的啊，玉器有1400多件。春秋啊之前，我们所有的墓葬首先它本身都没有防盗意识。我们的盗墓成风啊，很大程度都是这个战国混乱以后，尤其到了汉代啊，到汉代以后盗墓就变成一个职业了。在这之前人是有约束的啊，我们周礼的形成对人的约束是非常大的。我们过去啊说这个人干坏事啊，最坏的事叫掘人家祖坟啊，这是最坏的事。所以盗墓呢历朝历代为人不耻。那么历史盗掘中呢最疯狂的时候一定是社会秩序纲常最乱的时候。整个社会失控。很多人就会盯住地下这份财产。那么因为的盗墓的这个出现，我们汉代以后的墓葬就开始考虑反盗墓问题。最简单的方式就叫深埋，埋得越深
你挖起来就越困难。那当然有人说你爱埋多深埋多深，我今天就给你磕了，我就你越深我越挖你，因为你埋的越深的人是越有价值的人啊，越有价值的人出土的东西就越值钱，所以我一定要往深了挖。那怎么办呢？那么古人就发明了一种墓啊，这种墓呢叫流沙墓。它在这个墓葬的前后左右五个方位都灌满了流沙。这个流沙呢一般的情况下都要厚达两三米，因为浅了没用啊，说你一共就搁30公分一点用都没有。当有这么厚的流沙层的时候，你盗墓的人一挖到这儿，那盗洞就给填满了，而且你人可能就要付出生命的代价。还有的流沙墓里会夹杂就是几百斤一块的石头，不规则的石头，一旦你被这个石头砸中呢，你也会死于非命。那么有人就说，你不就是一流沙墓吗？这盗墓人他也有办法，你不是上面前后左右都有吗？他在隔壁很远的地方打一洞，从底下掏过去，再从下面上来，他不破坏你的流沙。那么流沙墓呢，由于成本巨大，你想想他在埋葬了这个祖人以后，他要在前后左右都要布满很多沙子，而这个布满的这个沙子要从很远的地方运来，所以成本会很大。我们历史上发现的流沙墓呢并不是很多，也并没看到它有多有效。那么另外一种墓就出现了，这种墓是什么呢？是真假墓。我们都知道曹操72种啊，他的真假墓的方式呢是我设置多个坟冢啊，你闹不清楚，你不是盗吗，你就挨个去找去吧啊，可能这72个全都是假的，我另外有一真的，反正你也找不着。那么另一种真假墓不是这个遗冢，而是就在这墓里做一件假的这个棺椁。他一般的情况下他会把假的棺椁搁在表面上，他在这个上面啊，在这个墓的这个下侧啊再挖深，再把他的这个遗体啊葬在最下面。那么有的盗墓贼进来以后呢，一掀开棺椁一看，哎呦，这里空的，是不是咱前面有人来过给盗走了呢？这人就扬长而去，就回去了啊。所以他可能用这种真真假假的方式逃过一劫。但是实际上啊，这个古人在墓葬中搁毒是有限的啊，最多的就是我们传说的这个秦王陵啊，水银泻地啊，底下水银成江海。有没有水银呢？今天的这个考古工作者去勘察的时候啊，测试秦王陵的这个附近的这个土中的汞含量超出正常的几百倍，那么证明史书上的记载呢是可信的。但是它要成为江海啊，要在墓底下成为水银的江海，那是不可信的。首先没这么大量，可能撒进一定的水银很快就会挥发以后就形成汞蒸气，汞蒸气是有毒的，所以这种毒气呢就会被文人渲染，变成了一种强大的致命的武器。实际上墓道中的很多毒气是天然来的啊，比如墓道长期不通风，里头再有微生物啊，所以这些所有的反盗墓的措施啊，你今天从科学的角度看都是一种谣传啊，都是一种夸大其词的一种谣传，是一种文化的现象。这些现象呢从某种意义上讲都是吓唬盗墓贼的。我们这个真正在这个考古的过程中基本上看不到这些。唯一能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塞门石啊。我们看到这个定陵啊。定陵当年皇上都安置好了，最后一个人退出墓室把这个门关上，门后头有块石头。顶着这门，当门关上的时候，这石头就落到应有的位置，嘎噔卡住了。它上面有个槽啊，卡住了就再也起不来了。你想推开这个门是没有可能的。